好，下面是然这个三星，三星也是调的像水一样的。我们从前面开始染啊，这是一个完整的染过三绿的画稿。一支清水笔，一支花青笔啊，三青笔，先画这个。山的前面部分，主要是染山头。这个小石头是山青。然后还露一点原来的颜色。这个是。亮部，这个边就少一点，这样有一个前后层次的感觉，一点点。这个三青的染的范围比这个三绿要少一些。这是后山，这可以不用染了，这个可以不用染。如果你感觉不够，你也可以就是上面一点点，让它有一点变化，也可以不染。好，那么是中间的部分。这个是比较主要的部分，小石头。然后以后看，如果不够，你还可以再染重一点。就给它三绿留出来。
看了以后看，如果不匀不均匀，就是这个从亮的到这个这是三绿不均匀，你还可以复染一下。把它印出去了。好，这个是前三，中间主景，啊，喝，加点水，调一调，让这个山青淡一点，把后面的山稍稍染一下。
这个三千颜色比这个三千颜色要淡一些，比前面的三千颜色淡一些，后面的画的范围染的范围也小一些，稍稍染一下就可以。一笔，也可以说染。好，三绿、三青、三青色就染完了。看一下，我看，淡淡的花青，把它们水线化一些。复刻一下，这笔不能太湿，正好画在这个线上面。两个水线，然后就调这个花青，把这个小松树染一染，花青，加一点点墨，颜色给它重一点。这个染的这个松叶的范围比原来松针的范围大，把这个松干。给它衬出来，
哦，延伸，淡淡的延伸。这样一画这个树干的衬出来，和树干边稍稍点一下。好，已经沾一点点水，这个稍稍点一下，把那个亮点尽量稍稍减少一点，但是也不要全部都点了。加点水，点一点，减少一些亮。好了，还是这个颜色，把这个点叶树，同样的画一下。这点叶树的颜色和这个把松针染松针的颜色是一样的，稍稍重一点。
好，这个点一呢，打的是稍稍重一点。是小草。不要画成一条线，为的出去一点。
然后这个需要书点完就是点这样的书，上面这样的书呢，就是笔蘸水调一点水，刚才这个笔调点水，让它淡一点。横笔，先点书头，然后蘸一点水，再往下点，这样下面就淡一些。后面也可以点一些淡的。蘸水。你可以把这个竖琴这样扬起来，然后你要是增加层次，你在后面还可以，还可以，就感觉鱼鱼鱼的后面还有竖。梳头稍稍浓一点，笔尖调一点点浓的，点在上面。这个都不能排队，排得很整齐，高一低。好，然后剩下的再往下面滴。然后笔沾水，从下往上点，好，这个就是点完了。
三点水，还可以把下面小块。花青色，淡淡的，再把上面染一下，这个比我们刚才染的颜色要淡一些。好，然后是上面的小树，树的点，长一段，有密有疏。这个都是比较淡的，很淡的，好像都看不出来，等裱画的时候它就能看出来。好了，这个是山青和这个花青，花青染树，山青染山。是的，给它小小的给它装一点，再用花青照一下。接下来是电台。